心宽，你更想到你落山。要做的一件事要做什么呢？大家想想，是不是要一定要来金仔角送夕阳，对吧？所以我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一时这一刻5:27，今天大家上面还有我们的空拍机，5:27，我们在这个感动的时刻里面，大家要想好你要怎么样去欢送今年的夕阳，然后好好的迎接明年2018的光明的崭新的一年。祝福大家，谢谢。那送夕阳是我们的首部曲哈，那每年我觉得送夕阳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这个送夕阳会让我们我们来回想过去这一年我们所经过的各种我们的喜乐，我们当然也经我们有付出辛劳，好，那我们也来回想过去这一年，那准备来迎接新的一年，好，迎接新的一年的挑战，迎接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心愿，好，所以在送夕阳的同时，我想大家可以许下一个是我们怀念过去这一年我们的付出，我们也纪念过去这一年大家的努力辛劳，好，那也有相关的这个丰收跟收获。
那我们也希望许下新的一年的一长官贵宾秀出我们锦仔角最美丽的风景毛巾给大家看，同时跟大家分享这个光荣的喜悦，也请我们贵宾们合影，请我们现场所有朋友大家掌声鼓励。5 4 3 2 1，请启动2017点亮明天本能余晖，一起延续幸福，2018会更好，掌声鼓励。好，也请大家对我们的2017最后一抹夕阳挥挥手 say goodbye， 同时呢也对我们上空的空拍机挥挥手。好，来我们舞台区要广播一下，寻找一个小朋友，杨敏成小朋友已经出现了哈，来，谢谢，恭喜阿嬷。好，我们请现场朋友，如果您现在在盐田上活动的话，请您空出舞台右前方这个位置的空间，因为接下来我们即将会进行一个光影舞蹈剧场的演出哦。杨伟潇散的去江村